今天选的是全部都是腿部的肉，它没有带骨头的。然后我现在这里面有水哦，只是正常的水而已，一般的生水而已。我现在它还在煮热当中，我们来先切菜。好，这个汤呢已经在滚了嘛，把刚刚准备好的鸡肉哦，把它放进去。通呢，白色的这个部分，我等一下跟着那个汤丢进去一起煮哦。这时候我们先来把它那个杂质的部分把它拿起来了。鸡肉已经煮，已经在冒火了嘛。再来，来放红萝卜。刚刚的洋葱，好，现在还在煮哦。它煮到稍微你感觉你开始变软的时候，我们来加糖。我要来放酱油。要来加一点辣椒粉哦。韩式的芝麻粒。后最上面，因为它已经快要好了。然后呢，我现在盛的是一碗白饭。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吃哦。好啦，大家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